坐在家里真闷呐。镇上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呢？哦，这个看起来很有趣，大裂缝你从未体验过的印象。嗯，玩玩这个看看是什么吧。嗨，我要一张大裂缝的票，谢谢。我要怎么到那里呢？就在那里，转角附近，你不会错过的。谢谢。就是这个吗？看起来非常的滑稽。好吧，随便啦。伸出您的手。谢谢。请走向一号车，还挺有未来感的。欢迎来到大裂缝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了，祝您旅途愉快。好的，准备好了，4 3 2 1，发射。希望您旅途愉快，再见喽。